你刚刚在看什么啊？不是啦，我在做脖子运动啦。我很想去。你的肉看起来好好吃哦。可以分我吃一块吗？啊，不是都一样吗？没有啊，你的肉看起来特别好吃哎。哎呦，好啦，你吃两吃。不相信我的话。都一样。就说吧。你有需要那么夸张吗？好吃就是这样子啊！耶，把黏土喽！蕾，啊，这个礼物送给你。哇，这是妹妹的哦。好。这个妹妹回来再拆。你先拆你自己的礼物哦。好。OK。妹妹的好像手表哦。我那个应该不是吧？好好哦，我一定要看看里面是什么。蕾蕾，你在干嘛？我就好奇里面的是什么嘛。那你为什么不先看你自己的呢？你的很棒哦，你一定会非常非常喜欢的礼物哦。是什么？你先打开看看。好，来，你看看。不要骂，你看看是什么？这不就是那个疯狂碧琪吗？这只叫做彩虹小马，狂笑碧琪。哇，很可爱的。我们把它拆起来玩。好，这只可不可爱？爱。如果你抓它的后脚啊，跟它互动啊，它就会狂笑很好玩吧？那你对它笑看看。好玩的嘞。好玩呢。到底是什么？哎呀，妹妹的是子母子母啦。子母子母。对啊，你不是很喜欢这一只吗？妈妈送你这个。对呀、开心就好。你在笑什么？差点跌倒，你知道我在笑什么啦？就是昨天有一个路人啊，然后他走，然后就说：“是我朋友哎。”然后我要跟他打招呼的时候，他头转过来，结果不是我朋友，哦，吓死了，好丢脸啊！心里觉得好丢脸啊！有那么好笑吗？你的笑声比较好笑吧？蕾蕾。
你在干嘛？嗯？你在干嘛？我在找你有没有藏身的礼物啊？哦，小姐啊，现在才几月？现在才十月份呢、欸，拜托、哦、啊！你给我桌子弄得那么乱，哦，真假是。妹妹，你看哦，还可以这样子啊、哦！给我，给我！